刚不是要讲这个啦。耶、哎，三月九号。我们看到那么多人来，真的非常紧张。那天知道说sold out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那种超级那种耶，而是那种完了sold out完了。所以我们要苦练一下。我们想说苦练人家看不出来了。没有，这样他们下次才会来再来看了，就是看我们下次。我看每次都有进步的团，那感觉好像跟他们一起成长。要是我每一场都会跟他们在一起成长。都不知道说什么，我觉得蛮好听的，信心要有信心，我觉得很好听哎、欸。所以你要这样唱歌给我听。我们这个梗会不会玩到50岁啊？Thank you.
还是不停向前走，像只笨笨的蚂蚁，扛着重重的糖果。一辆一辆的怪兽朝向这座小森林前进，他们想要把这座森林挖掉。挖掉要干嘛呢？大自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，挖掉可以盖美丽湾饭店，挖掉可以盖中科四期，挖掉可以盖工厂、盖大楼，挖掉可以盖 shopping mall。我们只要 shopping 就可以活了，我们都不用吃东西，我们只要 shopping 我们就满足了。可是他们从来都不知道，在这座森林里面有各式各样他们从来都没有去了解的小动物，譬如说，长得很像猴子的小鸟，